丁团长，承让承让。邱导，承让，娘的，承让你咋不让给我呀？我说丁团长还在山东那干着呢，快回家得了。我们邱指导是好心，你输球之后进不了季后赛，你就能早点回家陪老婆孩子。再说了，老丁，你那三分可以啊，在山东过年不会真练三分的吧？老邱，没毛病，练了。不对啊，啥时候练的三分啊？我咋没练呢？你小子光练铁砂掌了吧你？今天我差点成为 CBA 第二个梅肯。你还别说，你俩长得还真有点像，但是这次我没使劲啊。团长，那球真不是我碰的，真是碰到他出界。你问问，你问问裁判，你别给我瞎吹啊！我告诉你，过年啊，我也长脾气了，你给我好好吹。哼，真拿自己当根葱了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主场。过年我也没得罪丁团长，就是不让我上，就是不给我出场机会。哎，分儿没少得，怎么就是赢不了呢？哎呦，我也想赢啊，三分没少练，暂停我也没少教，咋回事啊？不是丁团长，你闹半天还真想赢吗？我寻你开玩笑嘞。俺说实话，今天晚上俺赢不赢进不进决赛无所谓，反正俺老板又不猜俺。主要咋回事呢？主要是俺想发言啊。昨天丁团长跟着我一块儿去呗，他那发言说实话我去都行，是不是好好总结？哟，秋死，你还真牛逼嘞。